生活中啊，很多女性看起来要比她实际年龄年轻许多，这可能和她很会保养有关吧。其实呢，除了肌肤要保养外，内调也很重要的。女性40岁后可以尝试下面两种食物哦。燕窝，燕窝呀是美容养颜的佳品。燕窝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钙、铁等微量元素，其中呢还含有美容基因，有滋润补水、抗衰老作用。那40岁后经常吃，比很多化妆品都好。银耳，银耳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的。银耳中含有天然特性胶质，有滋润皮肤的作用。那经常吃也有美容养颜、延缓衰老的效果。那通过食物抗衰老呀，是要长期坚持的。你可能肉眼观察不到，但是你的气色可能会不知不觉的变好哦。得啦，今天就叭叭这些吧。